里一些各公营企业为了庆祝国父建党革命80周年纪念，联合在中国石油公司台湾油矿勘探处举行了工业成果展览，共有全县9个厂商参加展示。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梁永章等曾经亲自到会场参观。这项工业生产成果展览一共展出中国石油公司、台湾油矿勘探处以及台肥苗栗厂等9个厂商的生产过程模型和成果，充分显示我国工业起飞和进步。